老头，你可以不要挡在我的垃圾桶前面吗？我翻垃圾。你要知道我说哪件事情，我说搞不好是你要请我这件事情啊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原来如此。哦，啊，对啊，想起来了，饼干卖一个卖140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啊，荒废金，摸起来。黄金开口笑。摸起来啊，各位！哦，画图的哦，哦，你还真的没跟我做过啊。真是奶奶家，每次都有新惊喜呢。最喜欢奶奶家了，路易斯，走开啦！滚呐！一次抬到两个 这一定是我又断了啦！哦哟，糟糕！糟糕！哦，你不要一直跟我讲话，你讲话很卡。停止运作，我心跳都停了，好吗？No。上天的惩罚，那应该惩罚小雨，怎么会是我？我最，还是我拜不够？托，我这游戏各张地图加起来，我翻了大概3万块有嗯，可恶，该惩罚是那位啊，不是我啊！不是因为我靠在一，采蜜看我可爱的脸，怎么舍得惩罚我？看看可爱的花椰菜的头。你看，全世界的友好度都是零星，只要是最怕死，应该是满的就好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不，我没有可以捡啊。再走走看喽。啊，你不是要练球吗？不要站在这里啦，快练球。啊，变绿藻了。啊。我回啊，来了，不行，我老婆你回在这来边了，看。没拍好，没拍好。哦，哎，工我找作到饼消干失，了，哈哦，基。还好。饼干那儿有，太好了，我跟可你以大讲，卖一波了。我还找到黄水晶，可是我只捡了六对，个就中断了。他这又被点中计了。破 CD。哦，看我没愉快，了。差不多3万呢、啊。你想，我们第一张的时候我就翻了1万了、欸。而且曾经我还会在意别人的视线，现在我已经无所畏惧对，他被我带坏了。就假可乐。啊，关门了，换地方了。嗯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好啦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不带去。你进来这边喽？对啊，因为奶奶家关门了。看，吃绿藻啊。奶奶家7点就关门了。哇，每次都走这几间固定的，我都想要写个。脚本。对。奶油餐对，包。而且重点是沙发是你基本不出门，基本上不会看到我在翻垃圾。哇塞，我们9700。没有错，我刚一个晚上花了7800。本来相会信我，我更们今天就要高破15000了。的。好猛哦！我要点满100个饼干，一个140块。
塞巴斯蒂安只有一个地方会被他撞见，就是那个左下角那两间房子。我靠，打人呢、欸？不是啊，他会跟他朋友两个在那边、啊、河边聊天，在那边抽烟啊，两个站在那边不动。其他地方他只会路过一些些而已，其他地方是不会被他摸到的。为什么有那么远？干，被你吓到，妈的！好了，我今天早点回家，今天摸到12点就回家。好早，很早啊，明天。你想想，摸到晚上12点，大概可以多个10000多块，真是爽。你想要奢侈一点，都可以直接买二阶包了。呵呵，哇塞，好爽，超爽的。啊，好了，12点回家了。走，回家了。好的，去睡觉。教你如何开场是个富二代。没有，首先你要有一个朋友先开一场局，你不能是自己开的。看，密室密到都升等了。哇！耶、yeah! ！扯！太爽了！你看，太扯！我们是有钱人了！我们是有钱人了！好爽啊！出门采蜜喽！大家先去买包喽！哎、欸，不用不用浇水喽！不用浇水，好爽喔！采蜜采蜜！有信的说一下。饼干哎，爸爸，爸爸还送了500块，好爽哦！哇，饼干呢，卖掉！哎、欸，我们那个社区开了吗？好像还没开诶、欸，还没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好像第几天才可以开、啊？不是说不开，没有设定好，但就开了、啊。而且刚刚 还是你要打完招呼才会开。要对啊。打完招呼了吗？不是啊，是那个法师啊，那法师一定要先去见过那个小老鼠啊。诶、欸。那个小老鼠才可以那个。来了，嗯、8天了，太爽啦！又是绿藻，还是看你要懒一点，这次我们就花钱就好了，就加吗？花钱消灾。哦哦哦哦哦！我好像拿到更贵的了，什么东西？帕尔玛奶酪茄子，看起来就很贵的样子，我去查一下，一个可以卖多少钱？吃的、哦，吃的。哇。哇！怕，真的怕。五叉叉，感谢各位一个200块。200块，哦，我们可以卖一半，存一半来吃。它可以加175能量，加70血，加一财矿，加3防御。我盼你，怎么那么巧？升华了，升起来！怎么那么巧？我刚好在你门口哎、欸。安安。三级，感谢三级续订。你是前几天的哈记吗？怎么那么巧？现在买包，买包完再那个。陈志豪。手工薯条吧。哦，手工薯条。你捡垃圾捡到坑了。捡饼干捡到坑了。哦，买包包喽！买包包喽！
买起来。对啊，就是桶里面一堆吃的。NPC，NPC， 莉亚。安早安，大家早安。10点。好的，如果天气太热，我下午就不会跟你们玩了。好的。嗯。天气太热会要睡觉。不是，楼上待不住人，楼上留不住我。楼上太热了。我是一个像废物一样的男子。楼上无法生存。对。楼上满足不了我。楼上抓不住我，给他种点冰树吧。温度太高，搞不好之后又改掉。跟你讲，第四季等你哦。这次这一版冰树变多了。哦，是哦。嗯，就是因为那个吗？没水。所以你要第三季了吗？快了。这样会不会剧透到？我应该继续撑下去。欸，其实你也可以，就是下方留言，就是抽一名观众当一个复制人。对啊，可是我不想再增加人啊。哦，还是太，也是、啊。因为想说你会不会就是因为人不够，然后很多事情都做不完啊？可是这样食量也变多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吧。啊，到底是谁灌我的票啊？有可能11点到12点，他应该真的是要洗。就是看到那个秒数，就是直接就是很平均的，一分钟我几票这样子。哇，这样我的脑粉，我是很开心呐、啊。下次不要这么明显了，你看，我就这样子。下次就其他的加一半，他这边加多。对啊，我这样做不到反伤一气，你看。难过。看一下，结果我这样翻，我都没有遇到我的垃圾桶好伙伴。你是说我？没有说那个流浪汉，没有遇到他的剧情。没有，你要进出啊。对啊，我就是、哦、还没到啊，还没到啊，才第八天。也是。好像差不多了呢。还是因为我还没有去找过他讲话。你要吃工作小时吗？不要在意我，我一个人住这里，走错了啦。走错路了。敢跟流浪汉培养好感情还有风险、欸。你的。他会带你进帐篷，然后就进剧情。搞恐怖。阿比盖尔。狗村长。哦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今天运气很好。原来莉亚下雨天都完全不出门的、欸。老好天不，无人爱出门哦、喔。你这宅女，下雨天都不出来。对宅。下雨天也不出门。那我可以跟他做好朋友。呵呵。弟呀、啊，我来啦！想做什么？跟他做朋友啊。这么巧、啊，我也不喜欢下雨天呢、欸。这么巧，我下雨天也都不出门呢、欸。好巧哦。好巧、喔。先问他。反正随便问嘛，你看不看相扑啊？不看，哎、欸，我也不看呢、欸。我也不看呢、欸，好巧哦、喔。好巧哦。然后你觉不觉得我很烦？很烦啊！哎、欸，我也觉得我很烦呢、欸。很多人都说我很烦呢、欸，哇，好巧、喔。哇，我们共同的兴趣话题。你有没有听他们之前都怎么说我的？说过分。你是不是现在觉得我讲？你是不是现在觉得我该闭嘴？我也是觉得耶，我也觉得耶，可
你太了解我了，我下不下闭嘴了。超烦，超讨厌。那我们就是朋友喽。直接被当怪人。啊，那塞巴斯丁来了。谁来了？塞巴斯丁。嗯。立队。我等他路过。我要拿斧头劈他。不要砍他。